感谢主，让我们下午能够继续的有时间能够一起全部的人都在我们的电脑前或者电视上前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特殊的聚会的方式，但或许我们也要心理准备，就是说这样的模式可能会是一个常态国外的弟兄跟我分享，就是说他们在美国已经快两年没有领圣餐了都看不到弟兄姊妹长什么样子，都是在视讯上面看到那其实主耶稣已经很恩待台湾了我们只是在最近才去感受一下那一种生活上的不方便尤其我们基督徒这种聚会的不方便我们也我常在想，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处了凡事都有神的旨意早上我跟大家讲的，这是神的全能，我们必须接受好，那我们今天下午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彼得与犹大的距离。这是一般人比较少去探讨到犹大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题目呢我是思考了好几个月大概从觉得要讲这一个题目以前到准备好大概有七八个月因为东西不多然后又要把它变成一篇有造就的一个分享所以花了多的时间。那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我太太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讲到说，其实我们人他是个天主教徒，那当然天主教徒也有看圣经他跟他讲到说，我们人其实很软弱，我们有时候稍有不慎，我们就像是犹大一样，虽然我们一直扮演希望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坚强，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跟犹大一样。那我太太在跟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吓一大跳，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将犹大跟彼得来做一个比拟。那刚好那时候电视上有一部就是以恶的距离的公式他在谈到一个探讨一个事件，社会事件，然后自以为公义的一群网友在键盘上面呢在做审判。那他其实是在探讨到底什么样是真正的罪恶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就在想说刚好这样的名称，我就在探讨彼得跟犹大他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他们的距离到底是如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吗？当然最后彼得他应该是回到神那里去，即便他也是被钉了十字架。那犹大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我们都知道他应该下到阴间里面去了。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难道是一无是处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主耶稣基督要拣选他成为十二个使徒，而又他最后却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后果，那又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想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切入我们来做彼得与犹大之间的一个比较那简单的讲，我要跟大家先声明的就是说，彼得跟犹大在表面上我们的认知里面或许认为他是很迥然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认为说他们应该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或许我们就这样认为。但实际上小弟在这个研读这当中呢所得到的心得，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彼得与犹大他在某个方面，不管是心思意念上面，或者是行为上面，或者他外在所给人家的感觉上面，其实他们差距并不大。真正有时候你稍有不慎，可能你从彼得会变为犹大。
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是反反复复一直要我们去思考去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真正跟神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在肉体上面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很相像。首先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是十二个使徒之一，也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彼得呢，他是一个外在意见的领头羊，只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一定第一个就问他比如说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带了好几个门徒上去，但是呢打瞌睡的时候呢，主耶稣对的是彼得讲，彼得啊，你们就不能够警醒一点吗？只对着他讲。再来，当主耶稣在对彼得讲说你会不认我的时候呢，他非常大声的讲说，再怎么样就算死也不能够，我也会跟着你，很勇敢的很血气的这样的回答主耶稣。主耶稣是对他讲，然后呢他讲出他绝对不会离开主耶稣的时候呢，圣经上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下，后面的人呢都跟着，其他的门徒就跟着他说，是啊是啊，我们不会的。也就是说他常常是一种意见的领袖，他是一个发表意见的人，他是一个很真诚也很直率的人。那犹大呢？犹大我们知道他出生在加略地方。那么加略呢是在哪里呢？是在犹大省的这个南方他其实是在沿海的西南方的地方，他是靠近一个文化商业古城，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很商业，一直到现在都是个商业古城，就是希伯伦的地方的旁边就是所谓的加略，就在那个地方。因此加略这个地方，特别是提到他加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想象得到，就是犹大从小就是在希伯伦的附近的长大，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盛的地方，因此他对于商业的活动呢非常的了解，也就是他对于经商赚钱这件事情他很了解，他对于买卖的事情非常了解。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我们也先知道他到了山上彻夜祷告，流汗这样子彻夜祷告，最后决定了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出来。十一个同东是加利利人，也就是 北方的人，唯独南方的加略他拣选了犹大。我正在思考为什么会唯独拣选这个南方的犹大来当十二个使徒呢？我想有原因的。我们后来发现到他掌管私库，也就是他掌管吃的问题，钱花费的问题。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包括主耶稣十三个人在世那两年当中，在传福音当中，他们是离开他们自己的本业，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赚钱了，边做事边赚钱边传福音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吃饭呢？难道主耶稣不会顾及到吃饭的问题吗？会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常在思考，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哈。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一个是很大的原因，主耶稣要犹大来成为十二个使徒，也就是掌管，真的他也是掌管的钱财的问题，吃喝的问题。所以他对于价钱的问题，包括主耶稣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以前，玛利亚的那个拿打香膏打破抹在主耶稣的脚上的时候，他非常不高兴的直接讲出来，那一个拿打香膏呢价值30块钱啊，他马上知道这个价钱，其他人不知道价钱，但他唯独他知道主耶稣需要他来掌管这样的钱财，去张罗这样的买卖，而让所有的人吃饱。吃的问题是当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候的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也是为了吃，让5000个人吃饱，让4000个人吃饱，这些神迹
都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为了吃来跟随主耶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对吃的问题，对民生使徒也好，信徒也好，跟随他的人也好，这种民生的问题不是不注意的。信仰当然我们看的是天上，但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这世上。所以就肉体上来说，犹大也是一方之霸，也是掌控了一个主权。什么主权？金钱。所以其他的人不像彼得，他是个意见上的领袖，而犹大呢，在肉体上他是一个财务上的领袖，吃喝是要看他的，这是在肉体上面。第二，在心思意念上面，彼得跟犹大其实都很注意主耶稣的一举一动。彼得是想要了解他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在永生上面，在属灵上面的价值是什么。但是犹大在注意主耶稣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情况，他能够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他在探讨，两个人探讨的方向不一样，但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非常注意耶稣基督的现在的情况。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剖析。所以既然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在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心思意念上面有这样子的接近，逻辑的思考又很相近，那么又为什么他们最后的结果结论有这样子的迥然不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探讨的问题了。首先我想我们先来读几段有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犹大的事迹。当然因为彼得的部分大家比较了解，所以我们读比较不必要读，有需要我们就翻。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22章1到6节，22章1到6节，115页。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欢喜的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第6节，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1章5节，这边有一些相同的，我们读两个地方以后就大概可以知道有一些重点，小弟再来跟大家强调。马太福音的26章1节到5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这边特别讲到更清楚的就是当节的日子，也就是快要过年了，逾越节是他们的过年，不可，恐怕民间生乱。简单的讲，他们之所以不敢下手抓他，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在世传了那么多福音，那么多人把他传遍了全整个犹太地，不可能大家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又为什么要来杀害他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候
过年了，主耶稣周围的人很多在跟随，他们怕当时候下手会产生民间会作乱。路加福音的22章这个地方一开始也提到了，后面提到的是犹大是要找趁人不在跟前的时候，也就是呼应了，不在跟前表示不会生乱，单独的时候，所以犹大是在找时间要卖给他，找出时间点通报讯息给他。在第二节那边也讲到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他们惧怕百姓，所以两个地方都提到的是惧怕百姓，也就是当时候害怕的是这件事情。好，然后他们约定，这里讲到的约定这两个字在路加福音第5章你们可以框起来，约定两个字的原意就是讨价还价的意思，也就是犹大在探讨这个时候我这个讯息给你们什么讯息呢，周围安全没有人在的时候你可以抓耶稣这样的讯息给你们的时候，我这个讯息价值多少，再跟他讨价还价，最后讨论出一个价钱了。这个就是当时候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彼得的地方，彼得马可福音我们看一段就好，马可福音的14章，马可福音14章30节到31节这个地方，这是已经吃完剩最后一餐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他所说的30节70页，耶稣对他说，就是彼得，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后面请注意，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你看主耶稣对着他说，然后众门徒就跟着说，他就是个领头羊。然后呢，接下来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园，门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哦是复数，他们其实其他地方记载的是至少带了3个，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3个人同去，就惊恐坐在那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人同去，就在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主耶稣惊恐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我们跳过来看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吗？不能够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主耶稣对彼得说，你会不认我，然后彼得否认了，其他人就跟着他说了。去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带着他其中之一睡着了，其实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但是主耶稣却只对彼得说，彼得，西门彼得啊，你们睡着了吗？你们就不能够警醒一点吗？他并没有叫三个人的名字，他只叫彼得。所以从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耶稣的眼中，在大家的人心中，他就是个领头羊。要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大家问他啊，好累哦，能够睡了没？能够彼得就说啊，我大家来睡一下，休息一下，好，大家就一起睡了。所以最后当然主耶稣就对着他说了，你就不能够警醒一点吗？所以这就是呼应我刚刚所说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论一个重点，就是第一点，主基督其实自始至终并没有亏待了犹大，而对彼得特别好，并没有。他其实如果说真的要说，主耶稣对犹大更充满了爱。这两个人
在主耶稣生前都显露出他们的缺点，当然也有显露出他们的优点。主耶稣同选他们为十二个使徒，彻夜祷告选的，绝对不是心血来潮随便点翻牌然后就找出十二个人，他当然也是深爱这十二个使徒，所以对于他们两个人我想也是充满了爱，他绝对不愿意他们沉沦的。有的人认为说神的恩典要成就就是需要靠犹大，没有他的出卖那没有恩典没有办法，预定是要这样。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谈预定与否，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可以再翻回来刚刚我们看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个地方，是真的是他一定要做这件事吗？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五节，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主耶稣最后在跟门徒的对话，当时发生的事情，还原，我们来还原当时的情况。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二十四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地方真节点就在二十四节，这个地方主耶稣特别讲，人子我必须要死去，这是如经上所说的所写的，这是必然要承受成就的，但是那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个人不出生在世上倒好。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要出生，在你如果一定要卖我，你不如不要出生，因为我本来就必然要受死，我是经上所说的，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待死的羔羊啊，你不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你不如不要生在这世上啊。如果他一定要他来卖他，来说明说这是耶稣，这是刚好这个时候可以卖他，主耶稣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是，主耶稣拣选他其实是为了去挽救他，是充满了爱。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对一个明明知道要卖他的人都这样子的爱他，这样子的想要挽回他，更何况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犯了错，我们对神却失去了信心而离开了神，觉得我们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对，我们是不应该努力的去犯罪或者去试探神来犯罪，没有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的爱是完全的，即便是像犹大这样子，主耶稣都是用爱想要来挽回他。所以主耶稣的拣选的犹大，更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结论要提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爱的表现，完整的爱的表现。主耶稣对他们两个人的彼得跟犹大的这一个警告都有。刚刚我们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边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已经读到了，主耶稣对彼得直截了当的跟他讲，彼得，你会在基教三次两二次以前三次不认我，直接跟他讲，你就是这样，你要犯什么毛病，你已经就是如此这般，而且你会在什么时间点，你又什么样子会出错，方式都完全告诉他了。就好像先告诉投手，先告诉打击手说，我要投什么球给你打，直球、变化球、滑球、卡特球等等，让你好准备，我已经事先跟你讲了。主耶稣直截了当了，而且就斥责他，你一定会这样，要他特别小心，完全不留情面的。所以彼得吓一跳，那有可能的，这样绝对不，所以就跟他辩，
说我不可能，即便我死掉我都不可能离开你。最后呢，他的确是这样子的，三次不认他了。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节就是他最后的情况，十四章的三十节。好，耶稣，我们再看一遍，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就是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再读一遍，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警告。然而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对于犹大的警告却是充满了爱，而没有直接苛刻的跟他说，就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如此这般，完全没有。他连续三次用很委婉的方法来回答谁要卖我这件事情。他先说，你们中间都干净了，但不全干净，你们有人要卖我。所有的人都呆住了，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每个人都问他说，主啊，是我吗？是我吗？甚至有每个人都甚至忧愁。耶稣呢，用什么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先讲，你们有人要卖我，第一次的警告。第二次大家都在问他的时候呢，犹大没有问，犹大是最后一个问的。当别的门徒问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回答是说，他用一个方法，很婉转的说一个方法，跟我同时间沾手到盘子里的这一个人就是要卖我。我开始的时候不太了解，以为他只是故意找这个时间点，其实不是的。犹太人吃饭啊，他的习俗是坐地，席地而坐。那么他们是剥了饼以后呢，饼呢比较没有味道，所以他们煮了菜以后啊，这一些酱料以后呢，是轮流去沾那个酱料。那通常他们的习惯就是，我们彼此一起吃饭没有错，但是我跟你不是很熟的情况之下，或者我很尊敬你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敢跟你同一个时间沾同一个酱盘的。除非你们非常的 close， 非常的相爱，非常的贴心，这个时候你才会找那个时间点同沾那一个盘子的酱跟那一盘子的菜。而主耶稣却用这种方法来告诉大家，就是我最 close 的这一个犹大，我跟他同时沾了。他用这种爱的方法来明示，来告诉他是犹大要卖我。但是所有的门徒都吓一跳，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门徒看了这样的动作，听了这样的话语还无动于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犹大掌管他们的吃的问题，这一餐买单的可能就是犹大，所以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犹大明明就是那么有帮我们主便准备吃的问题，他怎么会去爱那个小钱，怎么去卖耶稣呢？不可能嘛。再来，主耶稣用爱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说，他最爱的是犹大啊，所以他们同沾一个盘子啊，怎么有可能是犹大要卖呢？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以前我就是搞不太懂，奇怪啊，主耶稣讲那么明显的，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是干嘛？什么？这要是我的话，我一听到哈，原来是犹大，我一定抓起犹大就打他一顿了嘛。但是当时候的人没有人这样子，十一个使徒，雅各也好，彼得也好，都是血气方刚的人呢，怎么有可能明明看到是犹大，讲得那么明白，而却没有动手呢？很显然的，犹大很会做人，就是我们说他的个性的关系。再来，主耶稣用这种爱的方法在暗示，使得每一个人都误会了，都误解了，没有人会去想象会是犹大。从这个地方，最后是犹大自己问。其实当中有一次的前面，犹大问了以前，主耶稣特别讲的那句话，你不如不要生出来还好，你不一定要卖我啦，我一样会死。而你卖了我，你的沉沦是你，这样在警告他，他还是听不下去，最后才问他说，拉比，是我吗？我刚刚特别强调，彼得一直在探讨的是，有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在确认这件事情？看的是属灵的眼光，而彼得看的是肉体上的问题。我翻遍所有的圣经的记载，四福音书，犹大从来没有用夫子在称呼他，永远是用拉比。拉比是一般的老师，也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一些先生抄圣经的文士、法文士等等，这一些解释圣经的这些老师们才叫拉比。编撰圣经的、旧约的等等，解释圣经的犹大，只不过是把耶稣当作是外在的拉比来看待，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听清楚主耶稣所要跟他讲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第二点，犹大为何有机会卖耶稣这样的价格？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否则我们会误以为说啊，必然要这样子。当时候的耶稣的名声早就传遍整个犹大地、加利利地区等等，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守殿官的，就是很气他的行为啊。不管是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好也好，或撒都该人也好，都认为耶稣抢了他们的饭碗。尤其是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的后代，他们会做买卖，在圣殿里面呢，人家献祭的时候就透过他们来做买卖。啊，耶稣呢赶了他们的人，还没办法赚钱的。而法利赛人呢，是在政治上面一直认为文士这些人呢，是认为说应该有个弥赛亚来带领他们来反抗罗马兵丁，他们期待的是肉体上的一个弥赛亚来带领百姓，而这个耶稣却是把他带领到所谓属灵上的，根本把他的群众都带走了，他们眼看这个复国无望啊。所以讨厌他，有的是经济上的问题，有的是政治上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怎么有可能会不认识这一个人呢？不可能啊。所以犹大早就了解了，他们所担心的不是不认识耶稣这个人，而是不敢下手，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当时候所有名气很大的一个名人，所以当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到他身边来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如果这个时候他们下手，所有的百姓从国外回来的也好，当地的百姓也好，绝对不会放手，他们一定会大乱。那连罗马人都没办法定他的罪啊，更何况你们这些犹太人要定我们自己耶稣这个救世主的耶稣的罪，百姓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但是聪明如犹大知道，你认识他，但是你不敢下手，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抓他是最安全的，不会出问题。所以他了解到卖他的是情报，时机是最重要的。一直到近代，我们人啊，商业上才知道说情报个资啊，我们的台湾的个资法才几年前才通过。你看犹大早在2000年前就知道个资有多重要了，你看看他多有商业头脑。所以这就是我在想，这就是耶稣基督他需要他来张罗经济的问题。耶稣基督重视民生的问题，等一下我会解释，我们会来看。所以他相当聪明，他可以完全掌握到市场的需求跟资讯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但聪明却反被聪明所误啊！这个标准的生意人没有错，这就是犹大他一心一意在思考他肉体的耶稣这样的资讯、这样的价格可以有多少，他在探讨这个问题。第三点我们要来讲的是彼得犹大的距离到底有多大。首先两者的个性不同，我们先讲犹大的个性。他城府非常的深，思想非常的紧密，而且他可以为了求目的牺牲小利而来得到大利。怎么说呢？你看他让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十二个使徒都吃得饱饱的，
当耶稣说有人要卖他来赚钱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说会是犹大，因为他们大家都想，我们平常吃饭都是靠犹大啊，但怎么有可能犹大会去卖耶稣呢？他如果要钱随时拿就好了啊，所以大家误以为这样子啊。犹大也的确让他们喂养了他们，但是他要大笔的是赚的后面。更厉害的是犹大这样的心思竟然让所有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都想象不到，你就可以知道他思想是怎么样的紧密。他可以为了他最终的目的，他可以掩饰他的行为，掩饰他的说法，而让别人没有办法去猜测到他会做最后的这个最大的恶事。他内心里面是隐藏他真正的想法，却是彰显出自己的才能，最后却死在自己的才能上，这就是他个性上的问题。思想紧密，只求目的而不求真理，只求小利，只求大利，他可以牺牲小利，只为了他眼前的这种目标，他可以牺牲他现在的小小的牺牲。我们对主耶稣，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信仰上，我们是不是只看那个大利，那个物质上的大利？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要小心。而彼得在个性上，他冲动真诚不做作，却又是爱表现，同时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在讥诮以前，他痛哭以前，他完全不会深思熟虑。这样的个性之下，他彰显出来的却是一个真门徒的样式。他是个领头羊，我们刚刚都读过了，主耶稣对着他骂，他讲话别人跟着他讲。好，这一些都可以显现出来，他是非常爱表现的人，他对于他心里面的话他不掩饰，他不会像犹大一样掩饰出别人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当主对他说，第一小点我们可以说，当主对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马上反驳的时候，我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勇敢的反驳，是他没有经过心里脑袋里面的深思熟虑。他不会像犹大一样像下围棋一下下到后面的十几步都想好了，他没有，他只看到眼前这一步。他当时候的判断，他有两个情况，我个人的心得是，他之所以这么敢大胆的这样子讲这些话，我觉得他判断两个问题错误了。他认为有两个状况，第一，他判断当时候的主耶稣是一个大名人，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他，周围都这么多人，怎么有可能他会被抓走呢？他误判的情势，第一。第二，他误认为自己够勇敢，他对环境的误判，对时机的误判，另外对自我的过分的高估。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自己错估了形势，我们进入到那一个受试探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明明就是试探你，你跑酒家啊，你无所谓，你认为一定没关系，我可以误判你自己绝对没问题，也误判当时的状况，那你就会错了。彼得就是这么样的直率的认为，我就是很勇敢的啊，这个环境就是不可能有人会抓他，这样子的个两大的一个概念错误的想法，而造就出他最后这样子。第二，他三次毫无悔意的否认。你看他这个过程哦，当第一次、第二次，他都直接反应，卖欧北贡，他没有做任何的辩解，只有否认、否认、再否认，直接就否认，啪就回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通常会先讲一大堆理由啊，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啊，没有哦，这个可能跟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先会讲一大堆理由。一般人在抵挡这种事情的时候会这样，但是他不是，他只要那么傲北共，不是，我不是，就直接这样讲。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只担心眼前会发生，我有危险。我如果马上承认，就被抓了。
我如果不马上反对，我一定会马上被抓。他担心的是眼前的问题，他没有去想到他先前曾经勇敢讲过那一些话，这就可以印证他以前跟主耶稣所回答的那一些话是根本是心不由言不由衷的，是随口而说的，根本忘了他讲过这些话，所以他根本马上就反驳回去了，害怕被抓，忘了他说的吃把他自己讲过的话完全都忘了，因为他言不由衷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个一时的反射动作而已。他过去讲话是不经过大脑的，是反射动作来讲的。第三，当他听到鸡叫的时候，他的个性因为真诚，他是在追随神，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件事情，他已经了解了。所以当他听到鸡叫那时候，他马上痛哭，他马上了解到他出去外面后，他马上了解到自己的无能，他产生万分的悔恨，谦卑的心油然而生，这个时候就是他信仰翻转的时候，也就是他信仰重建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我从这个时间往后看的时候，才发现到才会出现所谓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十章这一边的所有的福音的工作，完全是彼得在完成的。这一次的事情让他在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翻转，在信仰上的重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效法的是这样子的真诚，我们不怕犯错，在道理的追求上面一定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改。早上我也跟大家讲过了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要去改变那不可改变的神的决定，而却不愿意去改变神要我们所需要改变的个性、信仰的更新、生命的重新的体认。该改的不改，不可改的我们偏偏要他改，所以我们永远掉到那一种痛苦悲伤的循环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勉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怕我们有错，只怕我们不肯认错，不肯改变。常常会跟他讲，拍谁啦，这就是我的个性啦，我主因拜就安尼啊啦，我无法度改啦，你讲这拢假讲的啦，我没有办法啦，主耶稣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啦，我就这样啦，无你是要安怎？就在教会里面，就是跟主耶稣这样讲，主耶稣是爱我的、啊，他当然愿意让我这样啦、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不想改啦，无你是要安怎？我常常会听到，尤其年轻人也会这样讲，黄老师，我真的没办法改，我个性从小就这样。什么叫你个性从小就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来信主？你生命永远不想要提升，那你出生就这样吗？彼得出生就这样啊，但他这时候痛哭了，他了解到自己的无助，自己的悔恨，从此而后他改变了。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跟着前书十章十二节，我们也常读，我们再看一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238页，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如果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你就要谨慎了，免得跌倒。这是彼得的前段，他自以为站立得住。我觉得这一段刚好在讲彼得的整个的翻转，但他没有丧失信心，他痛哭了。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无能跟自己的有限，他才能够静下来休息，回转稳定，聆听神的声音，回想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看到神帮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因为主绝对会让我们不会去承受
那个不能承受的东西，总会为我们开启一条路。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懂得回想、忍耐、宁静、休息下来，就是哭，面对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也接受是完全的主权在神的手上，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翻转。彼得做到这一点了，这是他的个性。再来，我们来讲两者的生命的追求不同。彼得看重的是属灵的事。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八节到九节，主耶稣要为他们洗脚的这件事情，他怎么回答？非常的精彩，真的非常的精彩。十三章的八节跟九节，一百四十八页。彼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这第七节哈，后来必明白。第八节，彼得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比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古时候的人，当时候的人，对于晚辈是不可能让长辈来洗脚了，但是他最后却要求要全身再洗一次，不仅你要洗，这就是告诉我们，彼得开始的时候在乎的是世俗上的要求，但是等到他发现主耶稣跟他讲：“你不洗你的脚，你与我无份”的时候，他已经放开了所谓世俗的那一些要求，那一些约束，他要的是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只要我跟你没有救，那我就不管了，你全身要帮我洗了，我管你是主人还是不是主人。你看他追求的是那一种属灵永生的生命的价值的执着，他抛弃了世上的那一种看法，他反过来要求，那你要全身帮我洗了，如果我没有跟你 有份的话。我们常常在信仰的追求上面还放不下世间的那一些想法，那一些窠臼，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就过早来了，这样是谁人说的？彼得可以为了永生放弃所有的想法，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是有原因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二十三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当主耶稣在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啊，有人就说啦，你是施洗约翰啦，你是谁啦？耶利米啦，还有以利亚啦，等等，先知啦，等等。”唯独西门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刚刚讲了，犹大在看耶稣的一举一动，是看他的价值，价格是 value， 价值，价格是多少 ，price 是多少。而彼得注意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看的是他的 values， 是他的价值，一个是价格，一个是价值，都在注意，行为上都在注意，但是重点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抓到重点？我们看到的是杜甫的需要呢，还是他永生的需要？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来讲结论。从主基督拣选犹大来看出对神对人的大爱。主基督当然知道犹大最终要卖他，他当然知道，但也因为这样子才看到主耶稣仍然愿意拣选他，就是要给他机会来服侍，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接触的时间来改变他，甚至来劝导他，最后甚至跟他讲：“我本来就会死了，不必要你啦。”但是他还是最后说他被魔鬼入了心了。所以我们最后会沉沦，不是主耶稣不提醒我们，是我们的心门关闭了，但主的爱一样完全的。主耶稣愿意
众人都得救。他已经暗示了我要被卖，而你可以不要卖我，否则你不如不要生。主深知犹大的第二，主深知犹大理财的才能，这是彰显出主耶稣对其他十二个使徒的那一种关怀。注意他们的民生问题，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十三节，二十一节，这是二十一节一百五十九页。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在下面，这是第三次，我记得这是第三次的显现。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等等这些人，还有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儿子，两个又有三个人在一处。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一同去，他们就一同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鸟兽散了，犹大也死了，那怎么办？没饭汤吃啊，大家又回去什么打鱼去了。所以你看彼得又带头了，我们打鱼去吧，所以大家就说那我们跟你去啊。那一夜都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你看第四节，第四节，天亮的时候，天将亮，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把你们的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把网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是指约翰，指约翰，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候西门彼得也赤着身体，一听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他，然后到岸上，我们来看，我们跳过来看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上来的鱼拿几条来。我们读到这边就好。这个地方我要强调的，这个很多道理，这一段有很多道理，但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要强调的是主耶稣在显现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跟这些打鱼的渔夫显现，他的使徒显现的时候，关心的不是说骂他们说你们怎么在这边打鱼，你们怎么没有去，我去世前跟你们讲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你们怎么都没有去啊，没有这样子骂，而却是说你们有打到鱼吗？没有你们吃了没？没有没关系，你们从你的右手边撒鱼下去，撒网下去。主耶稣关心的不是说他们没有，不是苛责他们说没有去传福音，第一次关心的，哎呀，可怜啊，你没饭汤吃抓不鱼然后呢，在岸边，他们上来了，在岸边，主耶稣已经烤好了鱼，烤好了饼，等他们吃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说的，主耶稣看的不是只有属灵而已啦，他为了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他一样帮我们安排的好好的。这些人不敢讲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耶稣，他们都闭口不谈，就看主耶稣显现出来，竟然是关心他们肉体吃的问题。这不是爱是什么呢？所以就可以回想为什么会拣选犹大了，也不就是为了爱所有的门徒吗？最后我们要讲的人最终要成为彼得或犹大，其实都是在那一刹那之间。彼得跟犹大外在的距离相隔并不大，但彼得最终没有成为犹大，最主要是两者在心智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最最要小心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人一生当中，我们最终到底要成为彼得或犹大，常常是在那一刹那当中就造成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层反思，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路途总是不一样的，但历练的相似度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愿万人都得救，愿万人都得救。不管我们今天遭遇到任何事情，他都期盼，尤其
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更不应该让它平白的再跑掉了。希望借由今天下午的分享，我们可以努力的审视，永远走在主的道路上。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效法彼得，真诚的痛哭，改变自己，努力的再踏回主的路上，而不是像犹大一样，最后让魔鬼入了心。愿主耶稣祝福大家。